DMC 让每个老师发现，原来孩子的力量是无限大，所以我们要试着将教室的主权还给孩子。老师其实不再是老师，老师要多功能、多方位，然后你要一直不断的学习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。教书这么多年，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要蹲下来，用孩子他们的视野去看。原来这世界上是很多人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很多人是想要让世界更好，对，而不是只有我们身边所看到的那个样子。DFC 就是带孩子，玩一场很好玩的游戏这样子，不要把它当作负担。孩子在那个体验过程中，他找到了自我学习的价值。但我觉得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让孩子可以有实践，对，最后还有一个分享自己故事的一个机会。他知道说为什么我要学习，然后为什么我要去往这条路去努力。如鱼得水，找到漂大海中的一根浮木。所以最终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跟孩子一起说 I can， 获得 I can 的超能力。然后我也相信就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后，他们想到我这个老师或者是遇到我的时候，我们共同的话题都会是 DFC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实在是太棒了，我每一年都要来，太棒了。